这个帽子它就是多一个附加的功能，有两颗扣子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其实平常当然我们戴口罩这个风波我们都希望可以赶快过去哦，因为谁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。然后呢再来的部分呢就是这个扣扣，那扣扣其实平常这样戴着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干扰。那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噔噔，这里有个扣扣，你就不用一直勾在你的耳朵上了，然后你可以这样子来，这样子有没有非常非常的方便？所以呢我刚刚讲了不是为了戴口罩而买这顶帽子哦，先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我觉得的附加价值，附加价值。所以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扣扣，等等，非常车工非常非常的细，好，透过直播也非常非常的清楚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来，细节非常的清楚哦，你看它的车工细度都非常非常的够，然后这个呢是直接可以就是把它调节的。我觉得呢这个老帽的黑色也很好看，因为它是有点雾黑色，它不是那种正黑全黑的，你想要提亮肤色的话很建议戴这两个颜色，绝对让你的肤质变得很亮。